有人。哎，老婆，吃个鸡腿。哎，我不吃，你吃吧，我要减肥。贾宁多瘦了100斤。贾宁减了100斤，你也减？人家瘦了能挣钱，你瘦了都没地是挣钱了。就你这个长相，根本不需要减肥，现在不好看还可以拿胖当借口，等你减完肥了什么借口都没有了。你那叫胖吗？你那叫富态，叫小康，叫可爱的膨胀。叫我听好了啊，你身上的每一斤肉都是我凭本事喂出来的，你凭什么减肥啊？你问过我了没有？我答应了吗？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前20年没有条件吃，后20年没有牙齿吃，你现在不吃什么时候吃啊？再说了，你不吃哪有力气骂我嘞？哪有力气打我嘞？对不对？来吃。来，你说的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。对。